这是一台3500一吨皮卡 Rent 的解决方案。哇，这个进气舒服，大绞盘，这不是 Power Wagon 自带绞盘的后架了。哇，这个不错，好用哦。进步皮卡 Winch， 吼，这边撞到，哇，撞得挺严重的。后面这个，哇，整个后面就底架拿掉了，大备胎放在这里。它这应该是多大的轮胎？37.7寸的，跟一般吉普一样，它放到一吨皮卡上可不容易。哇，这个底座 ，What？ 哦，哇 ，insane， this is crazy， 一边学一边游，大房子，这个底座 ，what， hello， this is serious， 哇，这个1500解决方案。